欧美同学会是党领导下具有群众性、高知性、统战性的人民团体，是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的力量。留学回国人员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就是年轻、有朝气、有专业知识、有国际视野。比方说像我们无锡市欧美同学会已有2300多这个会员，其中70%呢都是在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、半导体、集成电路啊、这个物联网等等这个领域，他们是在发达的国家学习多年，拥有这个深厚的专业知识，所以呢在目前新的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，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。新的生产力为留学回国人员能提供呢一个呢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，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个投入到创新创业的这样的这个洪流中，能够实现呢留学这个报国，专业报国、知识报国。